劲，打埋军力劲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头场赛事四班1000米直路赛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就出边粉红衫有呢只上面啦，魅力星星啦，际遇高峰亦都摆前啲，爱兰红衫红眼罩仲有得上啊，咁啊最入嗰只咧红衫仲有飞云追啦，中档香港飞轮咁啊黄衫咧大约第六七位啦，仲有迎之光啦，入边军力劲啊猛咁骑噶啦，再后多少爱飞一号啊，咁啊快速之星尾四度咧就系精算齐同啊，咁啊后啲嘅马上面啦，咁啊霍威龙啦包咗落尾咧就劲无比啊，好啦跑咗一半咁滞。前面佔先呢個馬有呢只飛雲追啊，喺佢出邊有濟月高峰，入邊騎上場啦，愛蘭米茲紅眼罩就兩面嗰啲馬兜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濟月高峰佔先，咁啊埋邊飛雲追上緊嚟，入邊仲有迎之光啊，最後100米咁啊埋邊迎之光已經殺咗上嚟，外邊位置就係濟月高峰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迎之光好似大隻啲喎，佢頸都長啲啊，咁啊有機會同一隻12號濟月高峰影相啊，咁啊第三名係飛雲追。似乎咧嗰只迎之光咧，终点嗰时咧压落去就压赢咗都未定，咁啊嗰只濟月高峰咧颈啊短啲，又恶高个头，咁啊夹一夹个第三位嗰只咧就系嗰只飞云追嚟噶，咁啊至于第四名嘅马咧都抛甩咗噶，俾呢三匹马，魅力星星有机会第四。上赛事九号嘅迎之光临咩大热门啊，3.2倍啊，睇嚟有机会胜出啦。跑第二名见到12号嘅濟月高峰啊，黄俊嘅坐骑第三名啊，6号马啦，咁啊终点前啲夹夹呢度啊，见到啦，飞云追咁啊，骑师咧就系贝托美啦。第四名咧见到系10号嘅魅力星星田泰安啊，史卓峰咁啊，骑呢只迎之光临咩3.2倍胜出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头场咧都有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咧9号嘅迎之光，独赢派32蚊，位置派12.5。跑第二名12号濟月高峰，位置派26蚊。跑第三名6号嘅飞云追，位置派31蚊。连赢位9搭12派143蚊。三重彩9号、12号、6号顺序派1931蚊。单 T 派407蚊。位置 Q 9搭12派47.5。6搭9派59.5。6搭12派142蚊。跑第四名系11号嘅魅力星星。好啦，咁啊，翻嚟睇翻头马张相，迎之光啊，咁啊，终点前咧压到落去啦，咁啊，嗰只濟月高峰。史卓峰，3-1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19.5。今日出4匹史卓峰啊，阿苗礼德咧，咁啊，今日都有5匹嘅参赛马嘅。咁啊，先赢咗呢一匹先，下一场咧，咁啊呢对骑练多只万霸驹喎。啊，黄俊嘅表现都好啦，跑咗个第二啦，都争个好少嘅位置啦。好，睇埋4連環预计派彩，6号、9号、11号、12号派1852蚊。4重彩预计派彩，9号、12号、6号、11号顺序派23301蚊。苗礼德咁啊，先不投筹啊，问只迎之光。
嗱，呢啲飛數都好勁啊！$32嘅 Win 啊，嘅盈之光，咁另一隻落飛就6號嘅飛雲追，都跑得唔錯啊！嗯，終點前都有少少俾對手干擾啊，只飛雲追啊，咪反而失望啲嗰只軍力勁啦，咁啊都可能真係跑得多啊，只馬新鮮感冇咗咧，跑1000都短嚟嘅，見到啊！拉屎爆落去，其實都又唔算太好反應啊！依家睇翻個巡邏影片會清楚啲。咁啊，幾匹新馬嚟講就得上，叫有啲少走曬啦，黐住外欄。咁龍鳳呈祥啊，喺中間起步咁啊，都唔算好快啊，拉屎騎落都係麻麻地。明之光咁啊，好急進嘅賽衣啊，咁啊。第三場賽事上陣啦，香港咁啊，終於都打開城門啦。史卓峰亦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去教呢只迎之光啦，試習快跳都係佢去處理多。苗禮德啦，咁啊贏咗馬之後啊，29場頭馬櫃內。後場時間咧就56.78秒，咁啊同標準時間都爭少少啫嚇，係差唔多。係啦，好啦，翻嚟復榜啦，見到苗禮德同埋史卓峰。布列馬斯就練力油啦，好啦，睇翻巡邏影片啦噃，起步咁啊有啲擠碰啊，嗰只確威龍啊慢咗啦，咁另外二檔嗰只咧都係慢嘅，嗰只就勁無比啊，快速之星出閘都唔係好爽啦，咁你睇際遇高峰今次嘅發揮就啱數好多啦，咁往咗前面走，咁亦都爭啲贏嘅，出邊飛雲追都跟住佢一齊上嘅，咁都跑得唔錯啦，後邊咪接就魅力星星啦，中間個頭兩邊擺咧綠色衫咧就香港飛輪，咁喺佢左手邊咧就係繁榮龍鳳呈祥啦，同埋迎之光，左手邊就軍力勁啦，最出邊就愛飛一號啦，馬林中間精算齊同鐵蘭就得上啦。后面上面嚟嘅，包咗尾快速之星确威龙啊！安力劲咧就上次又好快移到好似过嚟跑嘅，咁啊跑得几好。今日就早段唔够快，一俾人顶喺出边咧，咁啊走晒样啦。咪就系高峰，咪摆翻前边，都叫做挨翻个第二啦。咪飞龙追，似乎今日个 bit 咧就冇顶喺条脷上边咯，都跑翻出水准啊！呢个轻挨挨少少，收一收。好啦，咁头场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噶啦。位置 Q 9搭12，派47.5；6搭9，派59.5；6搭12，派142元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二格夜半热门，派19.5。四連環6號、9號、11號、12號派1852元。四重彩9號、12號、6號、11號順序派23301元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06，第二段20秒95，末段22秒77，總時間56秒78。